差不多四千人留在中国五十年才回来，也是为这个短枪杆出的。战后一直到前几年啊，差不多三四百万的外岛兵，就是外岛的外岛兵，金门、澎湖、东山、南山，对这坐船出去，半年、一年才回来。这些囡仔，我本身就是从来从来捌离开过台湾，啊，坐迄船啊，船啊，为啥驶出去以后，看到茫茫渺渺，看到树山慢慢消失，迄种心情。所以，这个港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台湾历史的一个港，尤其甲战争甲和平有关的港。所以，高雄十三号码头，这个码头，阮即马尽力爱甲看安怎需要爱甲留落。另外，为什么这个港要停这只船？这只船更加出名。这是二次大战的时阵，美国有制造这只开口笑为头壳为头前拍开，伊是战车战车登陆舰，美国做侵华架。咱知影这只中字号战车登陆舰，伊登陆过诺曼底登陆，伊参与过诺曼底登陆，啊，伊嘛参与过美军登陆菲律宾。登陆奥克纳瓦，美军的跳岛战术，这嘛是主力。啊，美军是先海军的舰炮先轰平，把岛轰平。啊，他奥克罗海军陆战队，他整一路登陆艇，海军陆战队讲滩头清建立滩头堡以后，机甲主要就来啊，机甲主要塞起哩沙滩，打开天板落来，舰车就出来。也在载十几架舰车，所以刚才十四架 M 四坦克，啊，这种军舰呢，迄阵，迄啰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战赢以后，伊吼把这架船啊，遐侪船吼，就分落这个盟国，啊，分落台湾，三十几架，啊，台湾三十几架以后，迄阵国民党在船边啊，拢装足侪机械机关枪，哦，重型机枪。这只船啊，当初呢，天亮的时阵，伊落共产党解放军真惊这只船啊，唔敢挖去，因火力足强。啊，这只船除了二次大战参与过足侪战争之外吼，伊战后呢，伊有几落十万、十三万的中国兵，嘛真侪有一寡也是坐这只船啊来。尤其第一批来台湾的七十军陈毅礼。注定要加入基隆登陆那个草鞋乞丐部队，基隆平台内就是这架船，哦，就是这种的船啊，要加入基隆登陆就是这个中字号开口笑。啊，除了这之外呢，这架船嘛负责踮高雄港，在十三号码头载台湾兵载去上海池州，载去屯河。在家做炮灰。我附在一起，台湾人在当国民党军在打内战的时候，因为他没有派系，他是孤儿，所以所有的建议台湾兵拢叫杀个第一手做炮灰，所以需要就参掉就是安尼。但是台湾兵老怕，中国兵不要怕，台湾兵是会混的，拢捌练。所以这架船啊，起码海军个船两架，一个去云宝这边，南沙、东沙。所以，阮去年八月甲公安部讨，公安部答应，讲你来讨，阮互你。所以，即个在历史的港口，放历史的军舰，就是在即马在放黄色小鸭这个所在，伊在市区，哦，啊，佫有两个历史。啊，阮这个船啊，有当个真侪计划，来个上重要计划是啥计划？就是讲写名计划。阮准备从手头有靖国新社，阮台湾兵个名册吼。两万八千个名，啊，甲台湾国民党兵差不多两千个名。阮即卖是讲要征求这个后续，吼、哦，伊个后人，伊个家属，用亲笔写伊个阿公、伊个阿伯、啊，伯公、叔公、因爸爸个名亲笔写，啊，翕相也是讲传真互阮。当年呢，八月十五，阮办纪念典礼以后，就用伊个亲笔，甲复制在船的边啊，船板靠近靠岸的这一面，哦，这个船本身就变作一个纪念碑，啊，而且是伊的亲笔亲笔写，甲复制到那个船身上面，变成一个船本身的一个纪念碑。
那台籍国军是在一月十号纪念典礼，每年一月十号纪念典礼之后呢，再批写上去。有件事说，这个舰碑纪念碑，军舰也是纪念碑，也是纪念馆。这个活动呢是持续长期的。啊，这些人，你情况下，咱家己的亲笔写，啊，会使放在迄个纪念碑顶头，伊到时伊会转来会来看。所以这个地位是要建立一个真重要的，对严重影响着台湾今日到未来的一个事件，我大家去提醒。